在炎宇光传媒，我们的使命就是去帮助你将耶稣基督带到在生活的中心。我们去为你制作真实而又充满希望的故事，一些去关于人怎样透过他们的日常生活将基督的光带到去这个世界的一些的故事。我们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才能够可以继续履行这个媒体复传的使命。在这个馈赠的季节当中，诚意邀请你考虑送上一份礼物给我们。你的慷慨的支持将会促使炎宇光传媒继续发光发亮，为这个世界各地的人带来基督的希望。立即致电1888-302-7181，或前往 slmedia.org/ch/donate 作网上的捐赠，让我们一起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